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的高老师，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。今天这节课，我们将对一年级语文上册的字词进行复习，相信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字词乐园，开启游戏闯关的活动。老师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能顺利地到达终点。第一关，迷宫认笔画。在这个迷宫里藏着许多笔画，他们是谁呢？快和小伙伴大声叫出他们的名字吧。撇、横、竖、点、捺、斜钩、竖弯、横折、横折弯钩、竖折、横折钩、竖折折钩、竖提、竖弯钩、提、握钩。这位同学都说对了。在这些笔画中，有些笔画长得很像，你们能区分
及了许多偏旁呢，它们都藏在语文书后的副页中。偏旁可是我们识字的助手，课下就请同学们再将这些偏旁复习一遍吧。这一关你们又轻松闯过了，马上来到了快乐对对碰这一关。在这一关中有许多的生字，看看哪两个生字能够碰在一起组成一对反义词呢？我们听听这位同学是怎样说的。东对西，北对南，出对入，关对开，女对男。这些反义词这位同学都找对了。老师要提醒大家注意，小老鼠旁边的这个男字表示性别，河马旁边的这个男字表示方向，同学们千万要分清楚。有些反义词藏在了句子和诗中，你们还能将它们找到吗？我们一起听听这三位学习小伙伴是怎样说的吧。一个大，一个小，一头黄牛，一只猫。大和小是一对反义词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这句话中前和后是一对反义词。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这首诗中有三组反义词，远和近，有和无，去和来。这三位同学不仅将句子和诗读得很通顺，而且反义词找得也很准确。这一关同学们又顺利通过了，马上来到了你们最喜欢玩的字形小魔术这一关。有些生字呀会变魔术，加一笔减一笔，或者加上偏旁，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生字，同学们可要分清楚啊。看一看这些字，谁能变第一个小魔术呢？我们听听这位学习小伙伴是怎样说的吧。日加一笔横变成木，加一笔撇变成白。这位同学变出了两个生字，其实日加一笔呀，还可以变出更多的字呢。屏幕前的同学们，请你们快变一变吧。去减一笔又可以变成什么呢？去减一笔可以变成云。那本换一笔又可以怎么换呢？本的短横换一笔可以变成树和河。都正确了。我们再来看一看门和八，加偏旁可以变成哪些字呢？我们一起听听这位同学是怎样说的。门加单人旁可以变成门，河加口字旁可以变成河，八加提手旁变成把，加副字头变成霸。看来呀，字形小魔术不仅有趣，还能帮助我们记忆生字呢。同学们，你们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已经连续过了五关，马上来到了最后一关，火眼金睛。火眼金睛顾名思义，就是要考一考你们的眼力，看一看这些形近字，你们能分得清吗？能给他们分别组词吗？学习小伙伴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词语，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看一看吧。儿，儿子，几，几个，回，回来，四，四天，在，现在，左，左手。五，五个，正，正好，
利利器，刀小刀，马马车，鸟小鸟，广广大，厂工厂，石石头，右右手，里里面，果水果。学习小伙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词语，老师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，你们积累的词语更丰富。同学们，你们已经在字词乐园里顺利通关，取得了胜利。其实啊，在字词乐园里还有许多的知识等着我们去探索呢，那就请同学们睁大双眼，开动脑筋，多读多记多写多用，和更多的字词交朋友吧。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